女士、小朋友，香港迪士尼乐园好荣幸邀请到今日迪士尼演艺日的表演嘉宾为大家表演，请欢迎来自香港的 SDM 爵士芭蕾舞学院。听到主题乐园的现场广播，我们一班 SDM 的学员就浩浩荡荡地进入会场，每一个都以非常好的状态准备为大家表演。 SDM Jazz and Ballet Academy from Hong Kong。 今年我们 SDM 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被邀请成为演出单位，在一班舞蹈老师的带领底下，33个学员在这个乐园的巡游路线上面表演，他们将练习过的舞步跟随着音乐和拍子尽情展现在人前。当日有很多围观的人士，而这班小小舞蹈员呢就是这样带领着全场的气氛。演出之后，他们亦都会收到由 Mickey Mouse 亲笔签名的证书。2001年有什么好得过以音乐、舞蹈和开心的心情去开始，而这个亦都是我们 SDM 的办学宗旨。